今日这篇不是不是是为恨病，言多之忧亲如国，人生失灵之性，万古神阴阳两气是天地造化之本，道本自然，所以妙有之门是至虚至无的存在。做一股绵绵不绝的能量，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无时无地，不在动静之间，安稳运作。就前面这一段，这一段也就是要让我们怎样？咱人平常时24点钟，你爱起来分配也好，该爬起来运动了就要运动，该睡觉的乖乖睡觉。你如果连睡觉都不乖乖睡觉，连动你都不想动，你干阿要安尼，我跟你讲，卖讲刘培忠老师讲的法，也是李瑞烈老师讲的，伊所看过所有的这些道理，你有放在这里面，你必须要去尊重，你也必须要去走。到底用什么才能够运气练功？练精化气，练气用神，练神欢喜，这所有的精气神为得来的。是为你平常时啊，心有精，你体有法度服这个灵来用，咱才有法度灵体合一啊。那今日去灵体合一是为倒来，当然嘛是为咱家己，你愿意去让你的身体放下工作，放下你的疲劳，然后运转在你的内心来对。最主要就是什么？静下来就是休息。静坐第一点就是我们都该开始的时阵，静坐就等于是在休息。为什么静坐都等于休息？因为我们眼睛会闭上，静坐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吸吐，慢慢的吸吐，也就是在你的精神内部里面在调整频率。不是讲我咧喘气，这不是在调整频率啊。真正的要让你静功，就是要静到虚静，连喘气，人讲一支鹅毛，把你放在到你的面头前，这个气内底，那个鹅毛袂振动，这才叫做静。静是要为我们先调理五脏六腑所有的紧张。那你五脏六腑为什么会紧张？第一个，那你头壳内底还够足济纠结，还没有放松。你为了要静坐，你必须要眼睛闭上，好好的吸吐。哦，这个就是叫做吐纳。啊，你吐纳内底本来你就是爱遐吞，哦，啊嘛爱遐爱遐讲。所以人讲一吸变体，一体变咽。这个是咱的十二重楼，内底直接甲塞落来到这个丹田遮。哦，所以人讲修丹也好，修体也好。修一个性命拢会当合体，安尼就是咱今日个应该爱有诶。那我前半段讲的那个，我只是在跟我们的同道讲，我们有听过的前人所讲的，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啊。而且啊，人家有已经要铺陈了那么多的书，铺陈了那么多的地点，要让我们学习我们的前贤大德，我们永远要记在这里。也要有那种感恩孝本，感恩孝本，人已经李叔翁也下步了嘛，啊，咱的李瑞烈老师，啊，这几年啊已经嘛下步了，啊，咱的刘培忠老师下步更加久，因为伊较早，所以我们这些先贤，我们不能说道教没有人来讲经，也不能说道教没有老师可以讲课。我讲了28年，虽然不是讲得很好，也不是很出名，但是我有没有很用功？我很用功，我这个拿喉真正是用要破功的。但是我将来只要这支麦克拿给我夹咧，我的拿喉会好好。这支麦克拿收起来，我拿喉才就低低啊。为什么？这嘛是同款，就是你需要拿这支麦克风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这里给你放大，会当让你讲话，会当让你讲煞了后，伊才慢慢来收煞。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能量里面你的量场，他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我是用这个拿喉在讲话，我是用这个拿喉在教育，所以我这个拿喉伊必须爱甲我照顾。所以你若
感觉讲，伫喜结善缘的开头的时候，我的声音怎么样？非常不 OK 哈、哦，讲话滴滴答答，敢那开头迄个时阵，讲喜结善缘的节目遐，遐就开始遮拢缩喉。等候你开喉的时阵，就是你伫要讲啊，你伫要讲啥？你今日去看要讲多一条，你的心里面就有那一种放松，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喉咙慢慢的去把它变化开，一半半去做。啊，这就是咱应该爱做的功课。好、哦，所以我讲，李瑞烈老师他有很多的徒弟在为他讲经说法。那我现在也要效法，好、哦，李瑞烈老师，好、哦，他每一个点呐、啊，雍德辉每一个点，他都有他的学生在讲课。那十念必生功这个点，我也希望我的弟子、我的学生、我的徒弟也应该要拿起麦克风，替代师父，让师父有休息的时间，让师父有弟子可以顶替啊！你们来讲，我非常欢迎啊！大家不要说退一步，退一步够不够？我退一步，没事，只爱讲来为我，为我就是我来讲，我来讲，这里就是叫做批评啊！来，刘建福弟子，伊讲我来讲。等下吼，后壁一短短的十分钟，换你内底头壳内底有记忆的，有讲啥，你做你讲啊，十分钟互你讲。同款，就是要互恁播，来，掌声鼓励。好，我讲完。谢谢大家。刚刚要上课之前，有师姐讲说，今天这个课有比较深，所以我今天要带小抄。为什么要带小抄？重点比较重要，不能讲错，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不了解，在修法修行，真的会困难重重，会见解跟你的正知见会偏掉。会浪费你很多时间，会走冤枉路，所以我要讲一些比较让你不会去走偏的正知见、正解给你们做参考。刚刚老师讲到这里哦，这一段天地有无形的真神，人体有无形的元神，这都是虚无缥缈的，看也看不到。它为万物之母，就是道。道是天地万物之根源，所以这一句你应该是说，从这个哦，道是什么东西，就是在解释哦，天地有无形的真神，这个是一个文字啊，一个形容啊，不要执着说哦，真正有形啊，什么形啊，你得底下底修底修，不用。那个是只是一个名词，哦，不用再执着在这个真神这个字哦。人体有无形的是元神哦，道教我讲那个元神，就是它是有道德的，比较善良的哦。它有分先天的我跟后天的我，先天的我是比较纯善、比较真心、无染的啊，后天的是因为我们人。有六根六尘，或六识，所以有比较有私心和妄想心，所以会变成后天的我。那先天的比较有神性、佛性，哦，这个神性、佛性都是形容它纯净无染，哦，这个叫就是我们讲的元神，哦，啊，人禀。父精母血而形成理天之性，待十月瓜熟蒂落而入君至善玄关，此理亦称无极之理。哦，那就是我们人未来人世间投胎，除了是
因为一念无明，还有你的业报，还有前世所做的，所以会带到说你投身在这一世的缘故。我等一下会讲，那个轮回的那个跟我们为世学在讲的。那我先要从这一段来讲古神。好，在如约灵性，再到就称古神。古神这个就是在跟我们儒家讲的灵性，在誓约佛性是同样一个东西，指的是同样一个东西。那之上两个礼拜我有说那个性，那遇到因缘，还会转变成心，那心再起作用，六根接触到六尘，变成六识，这个会变成一种妄心，就是我们内心所产生的影像幻影。比如说我举例讲，现在叫你想梅香老师，你们各位在场的师兄师姐心里是不是有梅香老师的影像出现？那你在想日月潭，日月潭的影像是不是落在你？除非没有去过，你不知道日月潭是什么。阳明山你是不是有阳明山的概念的？那这个是不是你心中想出来的影像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幻影幻象？不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当然有，在我们这世间有梅香老师，有日月潭，有阳明山，甚至我们毕生中。但是你在转换在心里想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心中产出的幻象幻影啊。这个是什么？我们转成法界会变成空。那个因为缘生，因缘具足才生，因缘散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影像幻影，你入法界的时候，为什么我常常讲要入法界，就是要让你们入空性。这一条你就直直这样走，才不会说你会执着在世间短，就有生灭无常虚，就是空的东西。你要常常入般若的智慧，就是要入空性，入法界。所以这里讲说古神灵性佛性，就是那个性，就是我们的自性。自性尤其是在六祖坛经在讲到那个自性，就是在我们讲的古神就是本身就你原来就具足的然后不生不灭，本质清净，能生万法不动摇。大概六祖有讲五个有关何其自性本身具足这种的善乐皆出于六识，主使染造成有善恶的行为事实，却由六根之造化如此流转生死轮回中因为我们站在世间一定是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眼一定会看到人事物你心中就会那个人事物就会出现等到这段时间过了，那人事物又是不一样的。那你把它转进入心，进入法界，那人事物是不是变成虚幻的幻影，变成空的？你般若的智慧拿出来用，这个本来就是虚幻的，本来是假的，那你就不用去执着世间，比如说文笔，这个是不是实有的东西？你要怎么说它没有？因为世间法我们都会去这明明的无你那里功夫要怎么看所以你要进入心，然后进入法界然后用般若的智慧，空性的智慧把它转成空，那你就不会再执着这种实有的东西。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
六道轮回，是因为我们在第八世哦，所谓佛家讲的第八世，相当于一个那个仓库，它会一切业因的种子都会储存哦。那当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业因种子会起现起，然后这个种子在这个因缘际会的之下，又熏成一个新的种子。那你新的种子就是六根，接触到六尘，然后转成六识。那因为你执着你的身心是实在站在世间中，我有这个肉体啊，哦，那你会以我为中心，就会执着这个是有的东西，所以你变成就是说六根你往坏的或是不好的或是作恶，那你一定会产生业报，它就会到最后就是要清算你这一世的功德是不是要你上升还是下去，哦，地下室去喝咖啡啊，那个就是要去算你一生所作所为。那我们要怎么去了生死？其实你就是要了生死，就是我明了了，通达了，觉知本来就没有生死，生死跟涅槃本是一。那因为我们常在世间法会，就是说六根六尘的，然后啊，南宫那里正贺那么的也可以啊，啊也可以，又有没有那个初三界还是没有啊？等到你天人享福完了，那还是要去转哪一道去啊？啊，所以你要去这个心法讲，心法就是说本来没有生死跟涅槃这一事，因为生死跟涅槃是两边嘛，两边就是你，我们从后面这边有，因为欲与不恶，我们要就是不能落到两边，你只有也不是，只空也不是，那你要超出空有两边，变成绝对唯一的真理。哦，啊，所以说生死跟涅槃本来就是一了知，就是说本来没有生死，但世间法我们有出生，就是生出生去，这个就是有来投胎，然后最后死亡了，啊，有这种六道轮回。但是你转个观念来，本来就没有生死这件事，你明确知道了你那个业报，虽然有因果，不能说没有因果，那因果是你生去受，心里不受，哦，你知道这个就是幻影、幻身、幻心，这个身心都是虚幻的，只是说你心里不要去认为说啊，你有六道轮回这件事，哦，啊，直接就说啊，你明了了，你根本没有这种六道轮回的这件事，所以你要脱离六道轮回，走这个心法会比你一般说我要修到没有生死，那个时间佛说要那个三大七生劫，那要修到何年何月？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们，这个佛说的本来没有生死跟涅槃，只是我们误认、妄认，哦，误认就是我们错误的认知、错误的知见，所以变成有误认有六道轮回这件事。所以难以解脱，回归到大道的本源，自净涅槃，故修行是元神主事，欲与不二。刚刚我讲的那个欲与不二，就是不要偏向两边的执着有，或是执着空，或是你生跟死，或是生死跟涅槃。你如果是二，落到两边去了，你要绝对就是超脱这个二元对立。事来则应，事去无着心。哦，这个就是有事你就应，啊，没事就静。当然在世间法你会参杂，就是说个人的情绪或是你那个感性
他就有善恶，或是执着说六根接触六尘，你有善恶之分、是非之分，好或是不好，或是美丑，啊，又落入到两边了，啊，所以这个欲与不恶，哦，跟这个就是要超脱绝对的真理啦，啊，跟你平常在修的时候，你说事来则应，啊，事去就无着，就是不动，哦，啊，知道这件事，哦，你就放下，不要去执着它，哦，不要分别妄想执着，哦，如来常说，就是佛说，我们本来众生就具有如来的智慧跟德能，只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哦，啊，你就返回去，我不要执着、分别、妄想，是不是就会回到那本身具有如来的智慧跟德能？所以要灵性纯净无染，就是根尘要清净，修元神回归本心，不要放纵事神，哦，因为你元神做主的话，你会回归到本身就是清净无为，都没有污染的，哦，比如说我们人在世在尘不染尘，哦，啊，当然出世法不离世间觉啦，哦，你世间的事或是生灭无常，啊，你也要了知这个是生灭变化无常，是没有自信，毕竟空，不可得，哦，这个是口诀哦，你这个般若的智慧，这个口诀你要记得。我再讲一次，那个你遇到事啊，啊，你就常想，那个是心中的幻影，没有自信，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你就不会太执着在你周遭发生的每一件事，哦，包括你事来你就应了，该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去处理，去应对，去面对，而，哦，不要去逃避，哦，啊，你把处理好了，哦，这个只是过程，哦，重点就是简单的来讲，这个是贵点，啊，我们这一次做的也必须要去做，哦，既然来了，你就是来这一次做的，你就是要了你的愿跟你的缘跟你的使命，把它做好，啊，这样。修到极致，你要斩断六根六识，六根接触到六尘，然后变成六识嘛，哦，而修元神就是清净回归无极比喻。那刚刚有讲的，就是说你是神在做主，常会有善恶，然后如果你是恶的那边偏多，然后要去轮回，或轮回到六道去。意思就是你的四神做主，而不是你的元神在做主。啊，这里有一段就是佛经的，是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花，则无轮转。哦，你知道这个是空花、幻影、幻象，就是空的，你就不用去执着，它是虚幻的嘛，空的，啊，你就修这个因地，你因地真，果就真。那你因地不真，那个得到的果就不真。啊，不真，你就不是你欲望，你修行期望。修行是，你如果那个见地对，哦，就没有所谓，就是禅宗常讲的顿悟嘛。那顿悟之后，你要不要修？就是要保认住你那个悟性。那你悟出来的道理是对你能够了生死的、出轮回的那个正的知见，你修这个因，然后才能修到那个圆觉者。啊，你知道这个是空啊，就是虚幻的，那你当然不会再去轮回轮转了。所以你这个身心受生死，就是你的幻身幻心去受生死，
身去受，心不受，哦，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就是你本性那个性自性本来就你那里没有生死的，哦，你要了知这件事，哦，好，那这样我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圆觉经》有一段哦，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觉，亦无见次。我再重复一次哦，《圆觉经》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觉，亦无见次。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其实我也没有准备，师父说要我说，那我就来个广告好吗？我们进入灵修这个课程哈，有一个课程，也是一个法门，它就是灵学的法门。好，这个灵学的法门，我们里面也有很多，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也不懂，但是母娘她要我来带领各位师兄师姐。来学习灵学这个区块，它也是灵修的一部分，灵修的一部分。什么叫灵学呢？灵学就是会灵魂，会灵魂你听有啦哈？有没有人会写灵魂的？但是你看不懂，看不懂他在写什么。那如果有这个问题，我可以，我不是很厉害，但是我可以稍微看得懂，你的灵性。好，他在叙述什么，我可以稍微的给你做一个讲解。但是我们学习灵学这个部分，我们不是注重于我的灵在告诉我什么，我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灵学的部分它不是强调这个部分的，它是让你灵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开窍，让你的灵门里面的八识田里面的门可以打。每个人的八识田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宝藏，这个宝藏我们可以一一的把它挖出来，挖出来。所谓的挖出来就是说，咱先天的嘛，咱先天这条灵，咱就拢会晓，只是后天咱这个肉体未晓不懂，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开关，要怎么打好开。啊，所以说灵学这个区块就是要打好开，把你的窍门打开。你里面的宝藏就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一直出来。哎，出来是要创啥？出来就是要你灵地跳，回地回。当你如果写灵文的时候，你能够转白话文，我们里面也很多，它都已经转白话文出来了。哎，也当写西文，七字哈，七字一句的西文哈，伊拢会当。他们是从，我记得有师姐哈，刚开始是画乌龟。宝剑，还有鱼，好，就是画一些奇奇怪怪的动物之类的。但是他不晓得这个是要干嘛，他是在叙述什么，他们都不懂。啊，那我就刚好接到这个，因为我刚开始说真的我也不懂，有刚开始就是有灵动嘛，对不对？灵动那个师姐他就这样子，这样子，我就说，哎，师姐，你的灵哈，他想开文哦，一共什么开文，不懂。我说他就是想要表达，那你可以用书写的方式，用书写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他说啊，那我不会啦。我说这个也不会，那个不会。我说好吧，那就到我家来。好，他们就开始学习。写完之后他问我说，师姐，我现在是什么呀？我说拍谁我也不知道，真的，我就刚开始真的我都不懂，我看不懂。然后我就顺口讲了一句话，我说有人爱我教这科，会使一可以，但是你要让我看有爱会晓解说，安尼才有意义，啊无无意义啊，你讲对无？对，啊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就顺口讲这样子，大概三天我在静坐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眼睛，应该算是龙眼，这么大的眼睛，他就来跟我会照，会照之后他就给我一篇文，伊讲两红两珠降心敌。两极接气入性力，
我只记得这两句而已，其他真的我就没有去记那么多。我就想说，我接起这个容器，要进入这个圣的道理，哦，是这样吗？那我想说，哦，好吧，那我来试看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那我就这样子学学学，哎哎，这里面就潜意识里面就会有那个字义出来了，哎，就这样子翻，这样子翻。那我们刚开始是心灵交流站，大概五六个师姐，我们就这样就是互相学习嘛。他给我，我就大概这样子回给他们，给我就这样子。啊，我就跟他们说，我的给你的文，等于是给你的养分。那你要记得，你要用心去看，去了解，才知道说你的灵他在叙述什么，他要的是什么。那这当中就是从你的窍门，慢慢的把你打开。像师姐现在她的白话文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她已经超越她本身的领域，她已经打开她的窍门，所以她的宝藏就不断的散发出来。所以这就是成长。我们灵本来是先天是七嘛，我们后天是三。那你当你转白话文之后呢，就是五比五，你等于就是跟他并驾齐驱，啊，这样听有无？因为你开智慧啊嘛，你智慧开啊，哎，啊，你有法度登白文出来，就是你灵跟你的肉体是并驾齐驱。那我们并驾齐驱就是能够同步的前进，共同来成长，来成就你今生今世你所要做的使命。那个就是母娘给我们的。那他给我本来是心灵交流站。他后来给我一个学名，大概一年半的时候，他就给我正华圣道灵学院。他给我这个学名，我也很惊讶啊，他怎么会给我这个？也是给我一篇文章。他说里面的学员哈，真的是个个都是顶呱呱的。哎，现在给他看起来真的还真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写的很多，哎呀，说是里面的学员怎么样，每个人都很认真哦，对，真的是很认真。然后每个人都是很有成就的哦，每个人都是一个。资优生，哎，他说的是资优生。那么母娘给我这个使命，那我也是愿意学习。相对的，师兄师姐他们这样学习，相对的他也是我的增上缘。他让我这样看，也是等于是在成就我。我也是这样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的，哎，从他们当中我给他们养分，但是相对的，他们也是成就我。你们说是不是啊？嗯，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初期班有68个人，嘿，他们都是在学习啊。我要告诉各位师兄师姐说，不要急，不要急。如果你还没转白话，我们不要急，嘿，不要急，我们慢慢来。因为这个灵学的东西本来就是急不得，我们只要用心努力的去学习，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成就。因为现在在场有很多的师姐，他们的诗文写的都非常非常的棒。真的是超越他们的那个领域，哎，就是那种，他就是等于说是训练你的灵活度。当你看到一件事情或者一篇文章或什么，你能够马上去应对他那个文，你有法度马上去应对，哎，那个就是你的窍门已经开了，你的灵活度够了，你才有那个能力去对，盖对角啊，譬如说这么下一篇新闻可以，一刚好有对到，有触到，触电到，他就有办法。马上我给你一篇文章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灵性的提升。灵魂是不是啊？对，真正的灵修在这个区块真的也是需要下一点功夫啦。说实在的，因为不只是静坐跟灵动，哦，不只是一些善知识，这个灵学的部分就是在挖我们的八四田里面的东西。每个人八四田里面有很多的宝藏，有很多的宝藏，那个宝藏就是需要哎，我们每一个人去把它挖掘，去把它挖掘出来。等你挖掘出来，你会觉得好神奇，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那么厉害？哎，那个就是你的成长，对不对？哎，如果说有人想要再更进一步的练习的话，那我也不吝跟大家共同一起来学习成长。谢谢大家。阿德，你搞不见问题，我连弟弟也冲浪的。这种我们神意识神哦，以这哎，在我们这个世间哦，已经产生无畏啊、无比啊啦。啊，你过去是那个什么修，啊，你记忆体打开了，
啊，就要叫你修啊。那是本人啊，哦，那正点本领的反应。啊，你一心已经追求欲望已经淡薄啊，换你较早过去修的迄个心已经出来啊，你来去修啊，啊，产生我们身体的生理反应。哦，要生要平，要平，你终究上得出来，把那个顶鼻子啊。啊，要哪解决？啊，修啊，爱修功立德，你爱做，你爱对这社会用很多有个出离心，哦，断舍离，要有这心，啊，你一定会天时啊。啊，悟到啦，你悟到空性，悟到要出离心，自然你一定会足乖啊。哎呀，我出离心啊。啊！我开林，我开边啊？林必退啦！啊！伊都唔知啊，阿个来开。啊！就爱找咱老师，专门底去考诶。林必退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形啦、啊，因为咱过去整个修，伊已经出来啊，开开啊。那个记忆体，咱八识田中的是那个，就是一个长空嘛，形形色色的轮回，它是含藏的记忆体，形形色色，伊个功能就干啦。记忆体呢，像电脑，伊是无量的记忆体。啊，你即时即时的修为，触碰哪一次的修为，伊会逼你就出来啊。啊，你会衔接着。有时你讲，哎呦，我哪会用变安尼？啊，用那无想要接啊。哦，啊，是衔接着，接着啊。哦，啊，是你的习性怎么生活的品德品性拢会改变，迄个接着过去那一次，好着。啊，若阁继续即阵阁继续修起，吼、哦，会阁修到更高维的层次灵性，会阁去发挥出来。啊，你修到一个康庄道，那个频率的神灵就会找到你啊，伊就会找到你啊，会去做你无形师，啊，那是要叫你替伊做代志，哦，你做啊，伊嘛做。啊，如果在这个阶段就继续修，会更愈悬啊，会更愈修愈悬啊，哇，就是这原理啊，吼、哦。啊，各位大师、大德，啊，小弟啊，讲唔对唔对哦？对啦。啊，你们懂得啦，啊，下课。